威尼斯影展最佳女演员，十三届、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以及二十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等多个海内外的演技大奖。对，非常感谢巩俐哦，早就是各大国际影展还有奧斯卡奖项的常客，也担任评审了。这回特别是非常荣幸可以应我们金马奖的邀请，来担任的是评审团主席的重要大任。主席真的辛苦了，来到我们中间来接受访问，欢迎。主席有想过有他在的地方就是公正。 还好吗，主席？你感觉好喘呢。好长啊，这个路，竞争非常的激烈。完了，我们大家，在评选过程中有一些非常多的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评审非常非常的顺利，谢谢。